无线处境剧《爱回家》昨晚播出变身前最后一集，完成三年的历史任务。马家的成员以及《爱回家》编辑组均在社交网站上载剧中演员的合照，网民对结局篇表示不舍。结局篇的高潮位是在最后马壮、黎诺尔和尹德如、朱慧敏在电车站相遇。不少网民对这短短几分钟的复合大呼不够喉，但没了该剧的收视告开。